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大叔三车 Project。今天带大家来到南投县竹山镇的指南宫走走。竹山指南宫，又名社寮指南宫，是台湾第一座土地公庙。Google 评论24503则，评价为4.6颗星。主祀福德正神尊像，位于南投县竹山镇社寮里大公街，旁为内政部消防署训练中心。由于北天灯、南风炮、中丁酒香火旺盛，每年农历正月16日吃丁酒是人潮最多的时候。与中和烘炉地的南山福德宫、屏东车城的福安宫并称三大土地公庙。相传清朝嘉庆皇帝出巡路过竹山，土地公显灵助皇帝过浊水溪，皇帝赐予土地公员外帽子感念其协助。一手是经典的土地公拐杖，一手则是象征财富的金元宝。此地演变成观光风景区，到指南宫求发财金是许多人重要的新年仪式，祈求新的一年财运亨通，事业运更好。尤其像土地公、土地婆、石头公祈求发财金，有招财的意味。17世纪中叶后，先民随郑成功拓垦与清廷移垦，从浊水溪一路向内山，定居在林皮湖及现在的竹山，紧邻浊水溪，逐渐成几处聚落。由于深入内陆，与当地原住民的活动地相当接近，经常受到侵害，为求庇佑，由杜夫首倡在社寮、后埔仔两村发起募款，亲自乾隆十年（西元1745年）建庙，亲自咸丰五年（西元1885年）由陈同水发行募款改建，亲自执勤明治40年（西元1907年）由陈克己首倡发起募款，将整座庙宇重建成砖瓦木梁的平屋建筑。民国69年（西元1980年），由于木梁木柱有安全之余，由庄其炎与庄景成发起募款，将木梁木柱改建成钢筋水泥，以强化庙宇建筑的稳定度。民国71年（西元1982年），指南宫重建完成，日后改由指南宫管理委员会负责。指南宫已经有200多年历史，因为土地公接发财金给信众而享有盛名，且厕所的独特造型及干净明亮、随时清洁为一大特色。据说向土地公借钱来投资都会赚钱，来年再还钱。后来这项传闻日久成习，来自各地的信众日益增加，指南宫也成立管委会而进行管理。凡向土地公借发财金需执杯，第一次或同意可借600元，第二次才同意可借500元，依序类推，最多只能借用600元作为生意的本。来年若有赚钱急需还本，赚钱后再增添香油钱。口耳相传下名闻遐迩，指南宫香火维持不衰。根据指南宫庙方表示，求到的发财金一定要全数用完，不限当日使用，也不限制买什么东西，买什么都行，就是不能捐回给庙方。原因是这些钱就是要帮忙赚回来的，也就是所谓的钱滚钱。除此之外，信众求财求平安的灵验事迹，竹凡不及被宰。庙内的金鸡母也是指南宫的招牌，想拥有好运的信众别忘了好好摸一摸金鸡，各个部位都代表不同的好运，让你一年都顺遂。而指南宫也秉持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的理念，将信众还愿的金钱资助在地学童的学餐费，并积极赞助地方建设与活动。除了求取发财金之外，还有另一项吃丁酒的活动，是妇女到此祈求生男如愿的感恩庆典。
每年前来怀孕的妇女众多，活动规模相当大。指南宫周围设有多处摊贩，有竹山著名的竹子工艺品，还有享受的竹笋包、竹筒饭、番薯球、紫红薯饼等美食，皆是用竹山在地的新鲜食材所制作。现在就让我们跟着镜头的移动一起散步吧。Thank you.
了吗？神尊回驾，躬身拜请，拜请桃园市平镇区南山福德祠，福德正神如今参加已毕，礼拜祭中，恭请福德正神回驾。Thank you.
高很多。